这里讲的是从无处不在的监控记录中提取出上万小时的影像，破译后发现的一个女人真实的故事。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一旦涉界，你此生将与佛门无缘。月薪500，外面不是写着2000吗？你没看到药物关单证的吗？激光超打塑形，让牛的乳房个个都是标准尺寸。所以他们说，屋子里女人长相很重要，脸盘圆润的聚财，真是科学与生物较量的伟大胜利。这也许就是你的命。婷婷，奇怪，这孩子哪儿都不像你。郎才造女吗？操，真有才。不是操，是造，好不好？姓柯的，你个穷逼样。姓赵的，算你狠，你等着。我恨不得他去死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怎么干你就别管了。我的情况和新闻里说的一样。如果娶的妻子是经过加工的，那就如同买回一辆由夏利改装了法拉利外壳的车，使用起来。注意法庭用语。这不是有先例吗？准能赢。见鬼了，有长得这么像的人。真服了这人才型法官了。要这样，那是不是男的不是处男，没对妻子说过也算欺骗啊？现在这社会真是把女人往死里整。嗨，给女儿也整不就得了，又不是没有。那也不能一代一代整下去啊。网上有人说了才逗呢，闹了半天穷压抑什么姐姐。有点蹊跷。将来啊，把第一次印象信息从自然中提出来，就知道真相了。原来这些看似毫无关系又如此有着必然关系的影像片段，揭示了我们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。